今天要试驾的车款是全新改款的 Volvo XC60、啊、不过大家看到车头前面这个试车牌，其实大部分的媒体、啊、都要什么抢先报、抢先曝光、独家曝光，我反而不希望这样子，因为这样的试车都不会完整、啊、消费者如果对这台车有兴趣的，就问到底售价多少钱，为什么没有办法试高速公路，为什么没办法试它的主动安全，因为这些东西你一定要上高速公路才能够体验，然后我们试车又不完整，所以我建议车厂、啊、其实不用给我们抢先试驾，反正你车一卖啊，少说三四年才会再改款，你甚至上市一年后再给我们试车就可以了，不用那么急着给我们试车，因为我们这样试不完整，其实对于我们这些观众来说啊，其实也是损失。而那今天试驾车款呢，我相信也很多人非常的期待了。 Volvo 现在在台湾的主力就是 SUV 目前就是 XC90， 但是很多人觉得它太大了，所以 XC60 就上市。如果你觉得60又太大了，没关系，还有一台40。跟大家讲一下它的预接单价，从最贵的 T6R Design 270万整，一直到最入门的 D4 安全旗舰版，它的售价是225万。那我们试的是第二贵的260万 T6 的豪华旗舰版。我认为这台车第一个，很多它的竞争对手还在用安全配备比较高阶的科技，要加价要选配，它全部都给你标配了，我觉得这是它的优势。第二个部分就是 Volvo 如果讲它安全是第二名，没有人敢讲说它是第一名的，所以开 SUV 如果你是载着你的家人小朋友长辈出游的话，这台车会给你更安全的防护和保障，让你每天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试驾就是全新大改款的 Volvo XC60。 我们来看全新改款 XC60 的整个车头造型，大致上其实和90很类似，包含了灯具的设计，第一个全 LED， 第二个雷神索尔之锤当然还是在上面。它的整个造型设计呢，其实你从正车头看你很难去分辨60或90，但是从一些细部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第一个保杆下缘的设计不太一样，第二个部分水箱护罩的面积还有整个造型也有一点小小的差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多的便利高科技主动安全的配备，所以传统这种倒车雷达的 sensor 包含了保杆两侧代表还有自动停车，前挡风玻璃上方的 sensor 以及很多的高科技的一些配件，在60上面完全没有被拔除，而且全部都是标准配备。我们现在分析它的尺码的变化和旧款的 XC60， 在车长的部分多了 44mm， 就是 4.4 公分，车宽的部分1.1mm， 车高的部分是唯一降低的，就是少了 5.5mm， 最后一个就是轴距，最重要的就是轴距了，增加了 91mm， 所以它整体来说是放大的。这一套全新世代的 SPA SPA 底盘在 XC90 上面有，在 XC60 上面当然也是标配，不管你买到任何一个动力规格，它都是这个全新的这个底盘。在配备上，轮圈的尺寸如果是安全旗舰版是18寸，豪华旗舰版搭配就是19寸的，而且这个轮胎米其林这条轮胎啊，我曾经用过，它强调的重点就是速进性和排水性。轮胎的尺寸23555R19，在车侧浪板的下方，其实和90很类似的，就是有一个镀铬的4条点缀。车门的感应钥匙一样是4个门，并没有因为要偷工减料拔掉后面2个门。然后后视镜上，你这个都不用去怀疑的，第一个 LED 的方向灯，第二个车侧的盲点系统，这些全部都是标准配备。黑色的车型可以更凸显出从 A 柱到 D 柱的整个镀铬4条的外框，包含的上方一样有行李架的配置。我们来介绍车尾之前啊，你光看车尾的画面，你会觉得就是它跟 V90 很像，差异在哪里？这一块就是 XC60 上面这一块灯具，它的设计是比较薄的，整个尾灯的排列当然也是全 LED 的，方向灯、后雾灯，甚至现在亮的方向灯都是 LED 的啊。那整个车尾的设计呢，它车身线条还是维持跟 XC90 一样，就是从后叶子板一直延伸到后尾灯这个造型，然后上方有一个小小的尾翼内建第三刹车灯，然后后面还是有鲨鱼鳍的天线。保杆附近呢也做了一点有磁感的设计，
左右排气管有镀铬的四条，包含了整个包覆式的排气管。然后右边告诉你很清楚，它是 T6AWD 的车型。现在 Volvo AC60 全部都是 AWD。既然是四轮传动，很多人会想了解它的作动的方式。正常，尤其是你在市区或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它的传输比例前面达到 95%， 后面只有 5%， 所以几乎是前驱的。当今天前轮发生打滑的时候，它会变成50-50，就是这两种配置。那我刚刚问了一下原厂，因为气压悬吊和电子避震器会影响到你未来交车之后的每一天每一次代步的过程，那原厂说其他不管是安全旗舰或是豪华旗舰，它都是要选配，选配的价钱其实不贵，12万。我刚好跟原厂讲了，他们还算蛮有良心的，你只要花12万，除了让你行车过程会更舒适，而且整个悬吊的反应会更 Q 之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当你今天上下车门的时候，因为它有气压悬吊，所以车身会自动的降低，降低的幅度是40mm，就是4公分。另外还有一个功能，我们等一下介绍后尾箱的时候，如果你打开尾箱，它一样会有个按钮可以降低5公分，方便你拿取后尾箱的行李。另外在行驶过程中的气压悬吊的改变，它分为好几个阶段。如果你是用 Comfort 就是舒适模式的时候，时速超过120公里，它是降低1公分。用 ECU 节能模式，不需要任何的速度，它就会降低1公分。但是超过100公里，它会再降低2公分，以减低风阻。Dynamic 就是运动化模式的时候，不论任何车速，它会直接降低2公分。Offroad 的模式，它是唯一会升高的，因为它发现你需要用到一些越野功能的时候，它的车身会升高为4公分。所以你花12万，除了便利的上下车、便利的后尾箱，你要拿取物品的时候，在行车过程中它也会自动去侦测，搭配了电子避震器，每秒会进行500次的微调，这些种种加起来是12万。我建议，强烈的建议，未来 AC60 的准备交车或准备订车的车主，多花这个12万去选配，因为它会让你有不一样的 AC60。打开引擎看得出来，就是另外一个重点，不管任何一个引擎和90一样，它一定是 2.0， 就算是插电也是 2.0， 只差在柴油和汽油的差异。最入门的 D4 柴油，它的马力是190匹，扭力是40.8公斤米，它是 2.0 的柴油。我们今天试驾是 T6 的版本，它的最大马力320匹，在5700转会产生，扭力的表现跟柴油 2.0 一模一样，40.8公斤米。但是它的峰值稍微高了一点点，可是它的range比较广，柴油是1750到2500 RPM， 汽油的部分是2200到5400 RPM， 0到100的加速成绩就是5.9秒，和柴油的8.4秒有很大的落差。那在汽油的部分呢，它的增压方式有些不同，入门的就是 2.0 涡轮增压，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 2.0 涡轮增压加上机械增压，另外还有一个 T8 的车型，它就是双增压以及搭配的油电混合 plug in 的系统，搭配的变速箱都是8速的手自排变速箱，所以就看你的选择。你要柴油，它的扭力表现很好，适合山路市区驾驶；你要汽油，它的高速公路的再加速性能会比较好，而且它的0到100加速也会比较好。可是相对的，它的油耗就没有柴油那么漂亮。但是说到油耗，你可以另外选一个，今天原厂还没有公布预接单价的 T8。它也是 2.0 的汽油涡轮增压，可是它多了插电的 plug in 的油电混合系统，马力综合效率达到407匹，扭力的综合输出可以达到65.3公斤米，非常的惊人。以 2.0 的汽油来说，电池的容量 10.4 kWh， 纯电动行驶可以达到45公里，这个range。我们介绍它的空间机能之前，它有脚踢式尾门，在这个 Volvo O 下面这边脚一踢就可以做开启。那我们现在因为车是停比较斜的，到今天还是有人在问我们这个尾箱设定高度要怎么设定，我真的我讲了 N 次了，大家都不去爬文，也不去做功课的尾箱，譬如说现在这么高，对不对？因为我们停斜的，所以它非常的高。
那以我的身高来说已经就是极限了。那如果它更高的话，有些个子比较小的驾驶者或女性驾驶可能拉不到，你这个时候除了可以用遥控器去关之外，其实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你怕尾箱上方去打到你地下的行车场，如果是机械车位的话会打到上缘，你这个时候可以把它拉低一点，拉到你想要的高度，这个时候去按，大概按五秒，它会哔哔两声，你把它关起来，下一次的高度我们可以用钥匙来打开，它的高度就会设定到你上次的高度。打开行李箱之后，你会看到右边有两个按钮 R 和 L， 它可以自动的倾倒六四分离椅背，但是只限于倾倒，归位要手动的。我觉得这个半套的干脆不要，为什么？因为倾倒很方便很容易啊，那个拉杆一拉或者后面只要有拉杆一拉就可以了。反而我觉得归位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按钮，应该把它反过来才对。再来一个就是它的公升数，在没有倒平的情况下505公升，倒平之后1432公升。我们刚刚讲了很久的气压悬吊，在这边如果你选配的话，你只要按下去之后，车身就会降低5公分，达到你在拿取重物的时候呢会比较便利一点。拿了账板打开，第一个你会看到第一层啊有打气机和补胎机，第二层这边有一个凸出来的造型啊，你把它打开就看得出来，里面是一个电瓶，所以它电瓶是后移的。打开车门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整个车门开启的角度哦，它的角度并没有非常大，其实它可以再往后一点，但是往后一点门就断了。但是可以看到，就是它进入车门的便利度呢，因为毕竟 SUV 啊，所以高度坐垫的高度比较高一点。第二个部分就是坐进车内，不管是腿部的空间、身体的空间，甚至包括头部的空间，都不会被压迫到。关闭车门，坐进车内之后，第一个它的空调系统除了传统中央扶手延伸过来的这个出风口之外，还包含了 B 柱上也有两个独立的冷气出风口，如果太冷可以把它关闭，太热的话可以去调整它的风向。然后在下方有一个120伏的电源供应，以及一个12伏的传统类似点烟器的一个电源供应，所以它有两个电源供应，对于喜欢露营的来说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地板鼓起的面积蛮大的，中间这位乘坐者坐起来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的整个大腿的支撑只有兼顾到左右两位成员，并没有兼顾到中间这位成员。然后中央扶手打开之后有一个小小的置物空间，我想这个在更高规的版本了应该有个控制面板，然后前方有两个杯架，后面有一点小小的置物空间，后面一样有两组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扣。可是很多人可能会问说，Volvo 向来的那个可以符合两种儿童的隐藏式的安全座椅为什么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可是我曾经有一个车主跟我反映过，他说那样的座椅坐大人的时候会比较不舒服，因为它比较硬，加上它的发泡棉呢会变得比较薄，所以如果你后面大部分时间是坐大人的话，其实你就用原本的座椅就可以了。然后后方的膝部空间其实表现还不错，有两个拳头，头部空间的表现也很好，因为有全景天窗的关系，就算没有全景天窗的话，大概是一个拳头了，大概快要接近一个拳头了。那全景天窗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超过一个拳头。我们来介绍它非常丰富的内装配备。首先最基本的被动安全当然是六气囊， Volvo 并不用气囊数来分等级，也不会给你一堆气囊来告诉你它很安全，它要告诉你的就是它要尽量的去避免发生事故，而不是发生事故之后的撞击。当然它的撞击成绩也是很好，可气囊数它永远都标准就是6颗。循迹系统这个也不用去怀疑，当然是标准配备。但是这一次XC60 还有甚至包含比较新年式的 Volvo 车系，有新增了几个更高科技的主动安全。首先第一个就是车道盲点，就是不利时驾驶的含转向功能的盲点辅助。当今天你在打方向灯的时候，他发现你，譬如说你打左边，你的左后方有一辆车快速接近会跟你发生碰撞的时候，他的方向盘会自动拉回原来的车道，这个是一个高科技的主动安全。第二个部分就是一样是你在转方向盘的时候，如果你切换车道，对向车道有一辆车很高速的接近的时候，有可能会跟你发生对撞，这个时候它一样会
把你拉回原本的车道。这一套功能主要是防止有些驾驶者分心，譬如说你这个时候在东张西望啊，又或者在吃东西，甚至有些更夸张的滑手机，结果你车辆慢慢的偏移了，你已经跑到别的车道去的时候，有一辆车对向过来的时候，他会把你拉回来，也许这个动作就可以救你一命了。另外，在 SC60 还有一个新增的配备，这个是在 SC60 独家的配备，作动的时速是50到100公里。当今天他发现前面的车辆紧急刹车，而你有可能会转向会来不及闪躲的时候，它会加大转向辅助的力道，以及加大刹车辅助力道。这个侦测包含了车辆、行人、单车以及大型动物。它这边没有写大型动物是多大，因为台湾的大型动物大概就是猫和狗。猫和狗不知道侦测得到，这个我不知道啊，所以。在 AC60 它又比它的同车系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说又多了这个独家的安全配备，不过我想这个配备、以后应该也会用在别的车系上。提示造型你会看到，其实 Volvo 现在新车款最大的差异，你要分辨新旧，就是这个中间这个萤幕，这个萤幕只要有就是比较新世代的 Volvo 车系，还没有的好、像我们之前试驾的 V40 还没有，所以代表就是它还是旧世代的，不过安全配备一样没有打折。那这个萤幕我们介绍很多次，它大概分为三大页。最左边你会看到密密麻麻非常多的安全配备、包含了基本的主动安全，甚至自动停车、副驾驶的座椅的调整、转向照明辅助以及主动转向头灯，你都是可以在这边做切换。你在行车过程中的定速巡航控制啊，道路标示的警示，就是时速多少的警示，它这边也都可以做开关的切换。自动停车的部分包含了平行路边停车、倒车入库以及驶出车位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个摄影机，摄影机的部分它包含了360度的摄影系统。那你按下这个360度的图示，它有4个摄影机的按钮，你可以单独的去控制你要哪一边的视野，都可以透过这个触控萤幕来操作。这套萤幕当然还具备 Apple CarPlay。那你也可以用它的车载的导航系统，其实它车载导航系统的功能就已经很棒了，不需要用到 Apple CarPlay。 然后移到最右边的那一页呢，就是一些车辆的基本的设定，包含着你的音源，你要收音机还是要蓝牙还是要 CD 换片箱在扶手的后方，然后在变速箱拨杆附近的基座，不管是前面的隔板或后面这个杯架的隔板，和90都是一模一样的。变速箱搭配的是8速的手自排变速箱，方向盘后方有换挡拨片，而且你可以透过变速箱拨杆切到手排模式。后面这个引擎启动钮，这个旋转式的启动钮也是一样，可以分辨比较新世代的车款。Volvo 比较新世代的车款，它的旋钮都单边了，就是你往右转，启动和熄火都在同一边。比较旧款的是一边是熄火，一边是启动，然后后面有行车模式的切换的旋钮。这个旋钮有分为5个模式，包含第5个自定模式，大概就是分为舒适啊、节能啊，节能就会控制到冷气的效能，然后还有越野路面，因为它没有电子避震器，所以它车身高度不会调整。最后一个运动化模式，这些行车模式大概可以分为几个细项：第一个转向辅助的力道，第二个刹车踏板的回馈力道，第三个油门反应的以及换挡时机的改变。仪表板内容的显示，以及最后一个就是关键油耗，因为它有 ECU 模式，然后后面电子手刹车还有 Auto Hold 的开关。仪表板的资讯幕一样是全数位的，而且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图资，你可以透过行车模式来改变它的显示的方式。方向盘三幅式的，前方的2个拨杆、大灯、雨刷当然都具备了自动启闭，而且大灯它除了 Auto 之外，在往前拨还有一个 Auto A， 它除了可以主动转向、转向辅助照明以外，如果他发现你的大灯不会影响到其他驾驶者的视野，他会自动切为远光灯，让你的照射的视野表现会更好。方向盘左边就是定速装置的控制，然后包含了 ACC 跟车系统车距的控制。它的定速装置还包含了除了原本的 ACC 主动跟车系统之外，还有一个第二代的 PA 领航辅助系统。这套系统我们之前介绍有讲过了，如果没有分隔线的情况下，它会跟着前面车辆的动态来做调整。所以当你切到 PA 模式的时候，你会发现方向盘辅助的力道，自动辅助不是转向辅助的力道，自动辅助的力道会变得频率会变得更快，而且辅助的力道会更强。两张座椅，因为我们今天试驾的是旗舰版，所以它座椅的调整和入门版就不一样了。你透过两侧的旋钮，你会发现第一个
中间这个 iPad 可以去控制副驾驶的椅背椅垫平行的滑移，这个是很便利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旋钮转下去之后，它有分为局部的蝴蝶翼的支撑、腰部的突出支撑，以及一个最后我最喜欢最重要的坐垫延展的支撑，它变成是自动不是手动的。如果你买到入门的安全旗舰款的话，它就是手动的，而且它座椅的材质也不一样。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上方有全景天窗，而且它可以开启 B 柱之后的前半段，可以上掀，以及可以整个的开启，这个在豪华版才有，入门版就没有了。当你今天在山路行驶的时候，如果车辆的侧倾超乎你的想象，又或者是超乎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发生一个情况，尤其驾驶者，第一个进弯会提早刹车，让速度更低一点；第二个出弯油门不敢补，要到方向盘几乎打正的时候才敢补。就算你今天拨到 Dynamic 运动化悬吊也是一样，差异就在没有气压悬吊，因为 Dynamic 它并不会改变它的避震器的设定还有性能，所以我才一直强调多花120,000去选配会差很多，真的会差很多。气压悬吊加搭配的电子避震器，气压悬吊会是个关键，因为它会在正常行驶的时候，整个路面的起伏呢，它会有效的抑制。当今天侧倾过大的时候，它也有抑制的功能，搭配了电子避震器的阻尼，所以你会有一个很好、更完美的行车路感，尤其是转向的感觉。这具 2.0 涡轮增压引擎呢、啊，因为是高增压、所以它在整个爬坡的时候，你油门刚踩下去那一刹那，会有很短暂的 Toplake， 再来就不会了。你只要速度到20-30以上之后，油门的反应非常的轻盈，而且随踩随到，会差在一个变速箱的反应会慢一点，尤其出弯的时候，你踩下去会一小段空的，可是也是很短暂，一点点而已，它不会太明显。再来，它的整个动力的衔接就非常非常的顺畅了。底盘如果有气压悬吊，今天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就是差120,000。动力的性能搭配变速箱，因为这具引擎和变速箱它大量的用在很多车系上，所以它的性能表现你也不用去有多大的怀疑，加上它省税金，以及如果你买的是柴油的话，它的油耗表现又会更好、所以就看你的需求。那我认为 AC60 它的整个驾驭起来和90有很大的不同，90开起来会有一个，尤其在转弯啊，头先过尾巴才过，可是60因为轴距的设定，因为车身配重，因为哇塞这边狗这么多啊，现在五指山这个产业道路每一区每一区都有一个地盘，然后都有一个家族，然后无限繁殖，大量繁殖，所以开五指山这要小心一点，反正它的限速就是50-60嘛，你就不要开太快。其实用这种速度去体验整个试驾心得是最准的，你反而去甩尾啦，轮胎要让它翘，又或者是跨越双黄线，然后来一个外内外，一般驾驶者不会去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还是正常的速度，像我现在时速才40而已，可是油门真的很轻快，而且方向盘的转向辅助，就算你拨到运动化模式，它还是很轻盈，就是在转弯的时候啊，你真的进弯慢，出弯稍微等一下再加油，这样子会比较舒适一点，尤其是车上如果载人的话，因为它并不是运动化车款，运动化车款可能买 R Design 标配气压悬吊，可能整体的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你也不用去怀疑 Volvo 的组装品质，整个车体的扎实程度，够用的空间，很好的内装科技化的配备以及质感、加上它惯有的安全配备，你可以很安心。那我觉得它的优势跟它的竞争对手比起来，安全、组装品质、内装的设计感、丰富程度、数位化的程度，加上我很喜欢它的座椅的整个支撑和包覆性，还有材质。哇塞，这些狗不要来撞我，我不会撞你。好多、这骑摩托车啊，如果你排气管稍微大声一点啊，可能它就来追你，那就会造成一些危险。所以在五指山真的。这个都应该是当初有人养的，然后就弃养了，好可怜。你看这边又一区。我整段五指山产业道路从山下到山顶再回来，现在我们是下坡到山下，我的速度永远维持在35到45，不到50公里。它的移动过程，也许你会觉得你怎么开那么慢，可是这个速度来体验五指山的试驾呢，是最适合的。
方向盘的辅助的力道，刹车的踩踏的深浅的程度，你很好去掌控。油门出弯之后的再加速，只有上坡的时候会有一点 turbo lag， 加上变速箱的换挡反应会稍微慢一点，可是下坡就不会了。然后加上很好的组装品质，没有什么异音。轮胎的控制呢，我们现在前后的胎压都是250 kPa， 换算大概是在35 psi 左右。这样子的悬吊设定，后面不会跳，前面很安稳，以及我们并没有让轮胎呱呱叫，所以它几乎是达到95%前驱。我们只差没有体验高速公路还有 off road。那我觉得 off road 的部分呢，大家比较没兴趣。未来我们等到这台车上市可以挂正式牌的时候，我们再来体验一下它的高科技主动安全。其实我很喜欢开 Volvo， 我常常跟原厂借车，一借借个3-4天，然后我这3-4天就开了差上下班了。我不会因为这些高科技的安全而让我故意去分心，又或者去滑手机、吃东西，或是东张西望。可是我每一次体验它的高科技，我都在想象的就是，这一次拉回一次方向盘，或是紧急刹车一次，又或者是 ACC 跟车系统启动之后，它提早刹车，让我减少了一次碰撞。我都想象，如果用在一般的驾驶者上面，你开一次 Volvo。体验了它一次这样的配备，救回你一次，就可以减少很多生命财产的损失。我认为这是 Volvo 它向来一贯所强调的。就像2020年，他希望他的车子坐在车上每一个成员不会再发生任何伤亡意外一样。好，那今天这台车我给他非常好的评价。其实 Volvo 车系，我全车系不管是房车或 SUV， 我给他的评价都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安全是无价的。也许他没有很好的操控，可是他给你很好的安全。也许他没有很好的动力或是缸数，可是他给你够用的动力就够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